阿赞来说，肯定是要保着自己的下路去打。那说下路，下路直接又是消耗了一下奥的血线，小炮直接跳脸，血量打得很低，再给上引燃，最后是引燃最后一下烫死。拿下这场比赛，如果他们能够拿下，到8-7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出现的，还要后面能打好。是的。上面想去提米库呀，被恐惧到大招开不出来呀，增加不了自己的血量。这里艾康的位置没有大招了，身上是有闪的，人马要踢到脸上。蓝松王亮一手 TP， 落地是一手鳄鱼，这波蓝松王瞬间形成一波血量更优的2-2。鳄鱼这次在变大，但另一边萨拉芬妮也过来了，短暂会形成红色方的3-2，但是似乎不太敢包夹了。萨拉芬妮一个双翼，但是没能成功。这个时候骚饭看到一个落单的打野他赞，我们争夺中立资源的时候瞄准的就是打野他赞，可能要率先被秒了。小雷波闪现过去还是死的，萨拉芬一个大大三个，先大死一波打野，同时米快在屏幕的正上方吸引到了4个人的火力，而圣强这里也全部写到了奥的身上，再配合小炮的一个异形的炸将牛头炸死，双方是打了一波野斧的一换一互换。艾康在屏幕的中央是被骚饭所粘到，而小王被人马直接从一个点位突破了。对，阵型摆的不是很好，他自己去那边想去用技能看一下草里有没有人嘛，在那边转了 Q。 哇，萨拉芬妮这个大招啊，因为有一个延长的效果，这次释放的非常漂亮。牛头并没有第一时间顶前面，鳄鱼已经在草丛里变大了，他想去吃后排，后排是有杰斯有安咒两个脆皮的。鳄鱼攒到了半诺，但已经被红色方眼睛所看到，2000多的血线，竹签先一个火力压制，压制到了牛头的血量，牛头只有一丝血了。最后红色方人马率先抢到这波龙，一个大招往回走，表示带着队友先行撤退，拿了龙就走，这一波不亏。是。说到中路外塔，但现在蓝色方对于这个点是最为重视的，而另一边牛头又是连续的辅助矮王队，矮王队首当其冲受到了4个人的伤害，一个大镖往回走，刷新了一手护盾，吉克斯给了他一手大火箭，这把他打成了个半血一下，再次鳄鱼的位置也被找到了，赶紧一个一段E往回窜一下，小龙再次由蓝色方给率先勾引，这个时候杰斯前在团前已经 poke 不了了，再度要进入一个双方打野拼惩戒的时候，都是13级，咱俩惩戒一样，看一看吧。我的天，这个瑞尔直接大招带剑一人去开4个，但是另一边蓝色方这边还是卢仙要先行阵亡了，真正比拼打团的时候 AOE 控制啊，红色方拉得太多，瞬间形成反打，赖特也没有办法挡住4个人的输出伤害，最终由红色方送进打的波一换四是更加毁灭性的。而且有一个萨勒芬妮在，萨勒芬妮只要跟 ADC 站在一起，他的 W 开出来的话是有反应空间的，这波控制连得很足。再看这里，蓝色方并没有去打反手，强行吸过来。但是最后我们看老牛和人马的双吃后排，这两个 C 位，两个脆皮啊，太难受了。是的，第一时间奥的反应很好，他看到自己后排被拍了，不管有没有大招，直接闪现去2连，限制了一下 LG 的中野。然后后续骚河直接跟控制，导致就是 LG 这边的输出链是断档的。对，这时候可以等，毕竟对面是团灭掉了。对，又是一炮打中 Icon， 而且后面又是一波绕后的骚粉被泳装所控制，第一时间人马没有践踏起来，但是鳄鱼啊直接被定住，再补一发大火箭，鳄鱼被迫交出一波闪现，挡了金格斯一个 W。清线能力是比较差的，像这个时候没有前排出去硬顶的话，他们没有办法来清这个线。是啊，而且趁着鳄鱼回家的一瞬间，人马再次踢过去，又是秒杀打野他赞，赖特在旁边也提供不了任何的输出支持，甚至想直接一波，应该是想要一波的。鳄鱼这波没大招啊，前排不够了，哎，王帝和鳄鱼只能被迫往前顶，一座门牙塔倒下，红色方还想去再战，再次先手到鳄鱼可能要被瞬间融化了，残血拉开，虽然说瑞尔提供了控制，但是小炮也被瞬间融化，金格斯一波 double kill， 再次一个 W， 虽然没中，但是杰斯跟上一个重锤火花送鳄鱼回家。那我们恭喜苏宁在这场面对 LNG 的 BO3 中先下一城，1-0领先主队 LNG， 恭喜苏宁。